幸福啊。你这样他会记住你，会记住的。你看这个料，好吃好吃。哎呀，好意思。很有纪律感。你叫这是龙虾哎。这个是什么？虾子。虾子。炸虾。不知道哦，不知道哦。嗯。要用下面的酱。嗯，有。好吃啊。我好不容易这样点，真的，很好吃哎。不会的，吃多还好吗？不会不会。那龙虾你还不知道？他们是清蒸的吗？还是用的？不是清蒸，就是水。那我们好，还好没关系啊。不能拍张照。哈哈哈哈哈！一年多了，哈哈。我整天在吃拉面，我拉面很久，都作业都走了，没带我爸妈去吃。哦，哦，你在教菜，专业。所以他会教我们，实际上有教你。哦。你这跟是什么？这跟是大闸蟹一样。他们家那个，他们家。那个肉挺好吃的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很好吃。那这个，你敢买豆麻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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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生生活是辛苦的，我们去外面吃就好，去餐馆吃。